景明浩，快放开景逸！警察已经到了，你疯了吗？我疯了又怎么样？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。从小受人鄙视，遭人白眼，这么多年我努力的奋斗，就想要获得这个世界的认可。收你什么？为什么我最重视的人就看不见我？景明浩，我同情你小时候的遭遇，你这一辈子都在追求身份的认同感。 而雪姨对你来说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，你想得到她，也只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已，这根本就不是爱。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又怎么忍心去伤害她？你胡说！谢明浩，这个世界上最看不起你的人只有你自己。放了雪姨，你放了你自己。好啊，李泽良，你不是很爱苏雪姨吗？ 给你一个换他安全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说，我答应你。阿衍，不要，不要听他的。谢明浩，你不要乱来。放下去，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谢明浩。 你是个男人，记得你答应过的事情。停！现在要停！停啊！ Memories forgotten, forsaken.